真心是无量智慧，无量慈悲。它跟妄心不一样，是妄心后面有后遗症，它念念不忘。阿赖耶里面有档案，真心，真心是无条件爱心啊，真诚的爱心，没有条件，没有欲望啊。做完了之后，心里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也就是用清净平等觉处世待人接物，事情做完之后还是清净平等觉啊，没有在清净平等觉里加一点东西。我今天做了多少好事，我今天念了多少部经，念了多少声佛号，这不行。这清净平等就是不能加东西啊，所以是做而无做，做了没做了，无做是什么？阿赖耶里头不落影响，这叫无做。啊，凡夫阿赖耶做主，妄心做主，菩萨真心觉真心做主。没有杂念，没有染污啊！我们只要心里面还有这个事情，记住了，这就是杂念。这就是染污啊！真心是清净心，清净心上有染污，就是妄心。啊，所以菩萨教我们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。遇到缘，该我们做的，努力去做。做了之后，干干净净，不放在心上，叫无坐。啊，坐跟无坐同时。这菩萨，这不是凡人啊，天人都做不到。天人行善，阿赖耶是乐善种子啊，只有菩萨不乐种子，转舍成智，转第六意识清净，转第七摩那平等啊，转第八成为智慧大圆净智。我们就用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做完之后心里什么念头？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别无二念，这就是净土宗的殊胜。啊，就是净土宗的成就。